一條解決的問題是什麼？不是只是我們面容搽面的搽面的 facial 那些問題，是全身都白了、光亮了、有血氣有血氣了、還有這個裡面的關節裡面都會有些關節問題都可以改善了，粒下去的幫我打翻出來。為什麼我們會研發 collagen 呢？是因為我們以前一直都是做皮膚濕疹問題性的皮膚起家的，當時呢有一段時間開始迷上了 collagen 的時候，很多人閒就問我、米奇我飲不飲得，我就去研究啦、我發現外面有很多 collagen 它的分子是很大的，豬牛是啊是啊，豬牛它的分子很大、其實你知不知道分子太大呢，我們條腸分解不到、它其實你吃落肚都是假的，所以當時有很大的爭議性的，我就很努力去研究到底有沒有一樣東西是真真正正吃了下去之後它是可以反映在我們皮膚裡面，不是吹的，我們其實做生意講誠信、是不是我們不要吹。然後我就發現了這個是全球唯一一個，我們拿了德國的專利、是全球唯一一個對皮膚功效有實證的，即譬如你吃下去，剛才大家都看到我的照片，是啊，全球唯一一個它真的吃了對皮膚功效有實證的專利、可能外面有很多你會發現它是對骨骼、是不是、或者軟骨，沒錯、我們是對皮膚、所以你會發現到我們的客人他們自己留言的時候，他們自己皮膚是絕對感受到的，吃我們這個 collagen 你會發現七日，你本身搽面霜搽三下、你會發現七日就搽兩下多少少、是不是那個保濕度會提升、然後最重要是什麼，我們一條就已經有6000mg，外面很多是 2500mg 的，是一條這麼大條而已，是的，就已經有 6000mg、你不用飲，你不用飲，而且說要儲存，你找地方儲存，其實我都覺得很頭痛、你拿 collagen 呢、這個我很喜歡，因為它是粉來的，它是叫輕身的。 UU collagen 呢其實不止改善皮膚，它說指甲、頭髮都會感受到非常之好有效，而且很好味，好味很重要，但是好真的很好味，因為它不腥。再來最重要的是、你要吃 collagen 你最重要一定要有維他命 C 的協同，它才能夠吸收到的、你只吃collagen 你是沒有感覺的，你要有足量的維他命 C、但維他命 C人是沒有辦法自己生產的，你是不是要額外補、你以為外面炸一聲那些化學合成你可以補到多少，其實你補不到多少、因為呢我們就是用一個天然來源，我們來自於法國的天然絲、櫻桃絲、你吸收的時候你就會帶同我們的 collagen 發揮一個最大的效果、它就會扯進去他們的細胞裡面自己去捉它。我們裡面還有玻尿酸、還有光金牌，冇錯，因為女人其實你成日打嘢去韓國，飛去第二度打嚟打去，你就係求痛硬，係啦 ，collagen 解決你嘅痛硬，冇錯，係咪、然後我想皮膚光亮飽滿，我去打玻尿酸，然後我想打啲美白針，我覺得佢最近有啲頹有啲黑，咁、我哋入邊又有 GSH 喎、最重要係咩？女人係咪容易貧血啦？係，係啊，係啊，我哋入邊有個 H61，佢係一個熱風型嘅後生菌嚟㗎，佢同我哋嘅益生菌有少少唔同，佢、可以令到我哋嘅腸道有一個促進吸收營養嘅能力，繼而佢會捉住我哋嘅造血細胞，我哋呢一個係一個腸老逐皮。哇！一個直線嚟嘅、真嘅神經系統喺個腸入邊就已經開始噶啦、我哋入邊有一個法國嘅專利 SOD。咁呢個唔係 light， 係純 SOD。你只要喺刷牙嘅時候食、然後你就刷牙去瞓覺、大約一個鐘左右，你就會開始想瞓覺，進入睡眠狀態係嘛、你會發現你自己深層嘅睡眠係爭好遠。食完皮膚好咗，夜晚咧瞓食一條仲好瞓咗。咁亦都話咧面膜都敷少咗添啊嚇，咁啊覺得特別乾。以前咧皮膚都轉貴。嗱，呢啲全部都係我都覺得有問題嘅問題嚟。其實我自己都有呢個問題，就係轉季咧，你硬係唔好話面啊，係全身都乾，係啦，手掌都覺得乾，係啦，所以你就要食落肚啦，食咗呢個肚體內嘅吸收，係啦。所以頭先好多朋友就話，佢一條解決嘅問題係咩？唔係淨係我哋面容搽面嘅搽面嘅 facial 嗰啲問題，係全身都白咗啦、光亮咗啦、有血氣有血氣咗啦，係仲有呢、裡面嘅關節咧，裡面都會有啲關節問題都可以改善，凹落去嘅幫我打翻出嚟，碰面咗。上空腹和晚上空腹的吸收率是最高的。嗱，而家呢個就是那個膠原蛋白。我想話膠原蛋白粉咧，唔係沖水嘅，唔係沖水嘅，係粉狀啊。咁、但係好像醫生講咁倒落個口就得噶啦，大支少少，但係個味道是超一流，是零聲味，即係零聲零膠。而且我哋一盒是有30條噶。外面有很多一盒是做不到30條，我們一條是8g。是啊，還有6000mg， 只是膠原就已經6g了。還有呢，很好吃，好吃啲啫喱味的，我覺得我們揀了很多。個妹味，酸酸甜甜一下，但是糖分很低。0.8公克。一條。一條。頭一個月呢，建議大家是吃了兩支先的，是不是？是。一天兩支。早晚。是，早晚。喝完之後很有感覺，還有很多用家都真的發覺到是很幫到他們手。